生吧，孙文是1997年2月8号生的。1997年2月8号也是非常年轻，19岁，对。两个最好成绩呢，一个是青运会的双打冠军，还有一个是全国锦标赛的男团季军。嗯，可以，就是大家对于他来讲也不是特别了解。嗯，看一看，反正这个像这种超级联赛的队员里边，基本上就是国家男一队。对。啊，再加上这个，世界各地的，世界各地的这种超一流选手，加盟，嗯，你看这叫超级无弱旅，也有无弱手，这个我估计也不会差的。其实在这个赛季之初，我们感觉到马龙并没有回归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对阵这个八一的这个比赛中呢，当时马龙也是输给了樊振东。嗯，然后其实像齐指导感觉，像马龙现在他的这个状态究竟和当时就是奥运，如果我们拿奥运会的这个他的这个比赛状态来讲是个巅峰的话，那齐指导现在感觉到像马龙现在已经恢复到了多少呢？嗯，他现在基本上我觉着啊，用这个魏桥俱乐部主教练引导，我看评论他的话，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八成，恢复到八成。但是他就是说，咱们说啊，这个比赛啊，你说啊，我打超级联赛，要打出奥运会的风采，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稍微难为他。为什么呢？因为说他每个赛事的那种影响度对人的刺激度是不一样的。对。其实就这样说，我们都就是说像马龙这样都是见过非常非常大，就是绝对顶级的这种大场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再去一些一般的比赛呢，有时候很难提，就是把他的这个状态呢还有他的兴奋点呢给提起来。对，像他们这个像我觉得马龙他们这些超一流的选手，他最主要就是说他自我调整能力强。你看他打超级联赛哈，你看他现在是输两场球，对，应该说是从他第一场球，今天是第11场球来看的话啊，这团体赛的话啊，他这基本上很平稳的往前走，你看他逐渐的找到一种他自我调整能力特别强。其实因为第一场其实就是说马龙这儿就正常来讲他其实就算其实输一场，因为第一场当时那场球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奥运会刚回来，当时也是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训练嘛，当时的时候当时输了一个队员，我具体忘名字，但是他的实力并不是非常强，而且正好那天他的发挥确实还是不错的。对，那场球当时我也看过直播，所以说其实他主要来讲的话，其实乒乓的对手呢也是就是像樊振东啊，其实是他一个他和樊振东打的时候都赢到手了，5-0领先，6-3的下来以后很懊悔，对，很懊悔，确实很懊悔，都赢到手的球了，所以我觉得他的球啊，看他的球以后，确实他的这个实力上，咱们说啊，不管攻防转换，他的攻防转换是最流畅的了啊，最好的。那他呢，你如果再在身体素质上，因为他现在力量还不是说他的强项，对，再把身体练得再更加强壮的话，我觉得他对他的帮助会更大。再就是，目前看呢，他的前三板的得分率相对不高，对。就是大家谁和马龙打都很舒服，能不能就是在今后的这种训练中，在发球，在前三板提高这个上手的质量，这个我觉得是他一个还能再提高的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不知不觉第一局就已经打完了，从比赛过程来看是这个也是比较轻松的。
有时候你看小杨，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解说的时候，当然你们的都是专业的啊，就解说啊，就解说就是不管是体育各种体育赛事了，包括乒乓球啊，这个任何的东西啊，都是棋逢对手水平差不多的，你解说起来特别有意思，对，难料胜负。哎，如果你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了，或者是你没看就知道干什么，所以说你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看这种比赛的时候，你也觉得哎没意思。如果你看，哎呦，这两个人水平到底谁赢不知道，完了以后这个有一点戏剧性的话，可能更吸引观众。对，你看这个和马龙打，我估计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对，其实当然能和马龙过过招，能打上一盘，就是那是啊。作为运动员来讲是这样，但是作为观众来讲，他就想看一场精彩的，是啊，完了以后来讲就是一场恶战也好，或者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好，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看到很多这种年轻运动员呢去冲击，像马龙啊，像樊振东，包括像张继科等等这样的，就这种已经成名很久的运动员，这样看起来也是感觉非常的好。现在就是前面我看这个胜率上来讲的话，樊振东，马龙，梁靖昆，对，梁靖昆的胜率还是很高，他排在好像排在第三，后边还有什么许昕，方博，然后林高远，这些都是排在前面的，梁靖昆其实也是那年的时候，当时从这个陕西应该是，陕西是当时转会河北霸州，哦对，河北霸州当时是转会到贝桥，然后从贝桥锻炼的一个赛季，感觉当时拿了五个两分还是六个两分，锻炼的也好，非常突出，因为其实相对于今年来讲，那年的贝桥实力并不是非常强，但是到最后还是能进。正因为不是很强，他有充分的施展的机会。啊，如果大家都很强的话，他可能就排不上他了。好，孙伟不知不觉，现在已经5-2领先了。所以我看刚才马龙也是有点，稍微有点放松，有点又不是放，就是那又想提劲儿吧，又觉着就好像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因为他觉着好像是我比你高很多，松一松吧，或者是有一点那种感觉的时候，可能对方，所以你不管和谁打，竭尽全力去拼每一分球，说起来是应该这么去做，但是真正你要做起来，要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几乎就不是人了，成了神了。对，这有时候观众啊，也是很着急，有的人就用闪光灯。对，5-4又追回来两分。你看马龙带着之前的这个发球这个准备动作非常标准，包括不吃本手拿开以后，完全让裁判看得见，而且非常标准，所以他你裁判不可能就到国际大赛当中，他不可能去判他违例或者是对吧犯规的。对，所以说咱们的少年运动员在从小，我看有很多年轻的选手在训练，平时教练就要要求他发球一定要漂漂亮亮的，把手展开，堂堂正正的那种感觉。哦，漂亮！
像马龙只要是上手了之后，像孙文基本上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嗯，然后他很顺，对，很流畅。这个球马龙是主动想想给这个球加一下转。孙文这一局有些球还是打出了水准，但是刚才这个拧，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发现，其实打这个比赛五局三胜制的比赛，这个第二局挺难打。嗯，就是这个，特别是第一局赢了之后，嗯，这第二局，特别是第一局赢得很轻松，哎，然后到第二局反而难打。对对对，这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好像，容易出现的一些现象。哦，好球，漂亮漂 亮这球。嗯，现在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这个相持能力都是非常强，都非常强，都非常强。嗯，你把你看这些都虽然说叫年轻的运动员，那都是也是久经沙场。对，哎，你看只要能达到超级这个水准，哎，一般情况下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对，嗯，这个球就是这个马龙，你看他打这个球的时候，他在这个相持当中一转入相持以后，他这种攻防转换特别好，他不慌不忙，这里边有进攻有防守，很自如。嗯，哦，你看第一板发力，第二板他缓一下。嗯，就特别是马龙在这个反手相持的阶段，他非常从容，就是说他的反手可以主动变节奏。我就说他就像咱们开汽车，嗯，你看他就是自动挡的，对吧？他到一看不行，他也就自动那挡就落下来了。他有的特别流畅。对，咱们有些运动员就是手动挡。对，那他还得赶紧一档换二档，二档换三档，人家就自动的，他他他就都。就能够自动的换挡，太帅了。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三局的比赛。其实感觉这个孙文的动作
感觉比较大，而且感觉就他的动作和马龙相比的话，感觉这个流畅度就差了很多。马龙这个动作就是，一是动作非常就是衔接非常流畅，二呢是这个球打的呢，就是给人感觉就非常看起来非常舒服，特别是在相持中。在他这里，我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流畅，对，比较流畅，自我调节能力特别强。这个孙雨梅嘛，你感觉打球啊，实际他的技术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什么？他有点硬，对，硬以后来讲，所以说他有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上，他肯定就稍微差一些。其实像您感觉也有很多这个网上现在一直很多人在讨论说这马龙啊能不能再打下届奥运会，然后呢其实导您怎么看，像马龙这样的就是这种保持这种运动的状态能否能打到这个下一届的这个奥运会呢？这个因为这个要是说去年这是奥运会，今年奥运会刚完是吧？对，今年奥运会刚完，也就是说还有四整年。四整年的话，应该现在看马龙，你得看现在马龙。现在马龙是28岁，28岁32，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有希望，因为这个人，这个人他整个的他的技术上哈，确实是比较完美。而且呢，你看他这个身体啊。身体他没有，你几乎很少听到马龙有伤病。因为他是打球还是相对协调性啊，包括他的那种，这个咱们说这个肌肉啊。所以说他这个运动寿命会很长的。他打到我，你要提出这个问题，我预计啊。奥运会，不出意外的话。就他目前保持这个现状、保持这个水平，完了以后来讲的话，应该没，想当然他想参加奥运会他不一定能参加上，但年轻的你包括范振东啊，包括下边一些还有一些年轻的更年轻的选手在想想他的班，但是这个人确实是技术比较完美，对，你包括范振东现在和他打，上次我看了哈，真正说要在那个，因为范振东很多球啊都是搏杀非常凶，对，就这个球有的时候你真正到了快赢的时候，或者随着范振东年龄再大一点，这个咱们这个行里的都知道，这个打球啊，和人是一样的，对，就是越年轻的时候打球胆儿越大，对，越随着球龄增长年龄增长，他打球啊胆儿会越来越小，对，这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求保险，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包括范振东他现在这种球路，他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这种凶狠的球路，你比如说他现在防守当进攻，对，你过来以后一本高质量的进攻以后，他顺势借着你的力量然后给你一本，对，或者是爆拉，或者是爆丝，就是那种球，而且都是直线的为多，对，就是这种球，上一次他和马龙打的时候，当然最后他赢马龙了。实际上马龙是赢到手的球。对。但是就看着他有好多的位置，我都是特别想赢的时候，他就容易出现。你要是搏杀的话，带着某种冒险性。是。啊，这是瞎说啊，这是，有的时候是咱们说是有一种在这个地方是预测也好，或者是讨论也好。对。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马龙呢能这个在这个乒坛生涯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其实这也是带给我们这个包括从看球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享受。
其实就是像运动员，之所以有的很多运动员就是没办法，就或者是结束自己职业生涯呢，确实是和这个伤病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那当然，嗯。哎，谁？你像这种竞技体育，而且现在乒乓球现在对力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打球啊，塑料球啊。其实老说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像魏乔一会儿双打会出场的这个薛飞，还有包括像这梁靖昆啊等等这些运动员，其实看现在都是这个趋于这个身高、马达、力量型。然后呢，同时还兼备着手感还不错。嗯。其实这样的运动员现在来看是打球非常占优势的。对。现在就是这个器材对这个乒乓球影响很大的。对。嗯、原来有时候打球的时候有个1.8米的，好像就感觉哦呦这个人很高了。你现在1.85米左右的都很多。是啊。嗯。好嘞。今天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在现场加油的观众，好像是显得也好像不是特别热烈。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打比赛就这样，你差距大了以后啊，打着打着就容易就打不出那种火热的劲儿来。但是其实在这个相对于别的场馆来讲，其实这个场馆还是打起球来算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其实可能有所不知，今天咱们这儿的这个气温也是到了零下了，零下5-6度。对，零下其实很其实是比较冷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场馆里也感觉到其实温度啊活动起来还是比较适中的。他放暖气了，他放了暖气了。嗯，所以说对于魏乔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场地啊，对这个要求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我们也说了，像魏乔这种俱乐部，我们也是走过不少的这种俱乐部看过比赛，但是像魏乔俱乐部这种就球迷这种气氛啊，哎，还是属于营造的，营造的比较好，营造的比较好。嗯，打球比较舒服。好球、你看他这个上手质量非常高，对，一下，挺那个力量挺足的，给的挺足的。好球！当然像他这样的防守啊，都是带着这种搏杀很强的这种防守。其实，哪怕说你让他就是下边球再防一个，他也不一定能防上。其实这个搏杀就赌的意味比较大。对。所以说，有时候打球呢，就是。就基本上打球，你不能说因为他有时候这样搏杀上一个呢，你就感觉到哎这个球不敢打。其实你还是要按照之前自己制定的这个套路，不要是因为偶尔一个两个的这种球来把自己这种套路和节奏去打乱。嗯，其实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对。你要马龙他就是咱们说凑齐了。对，凑齐了就是说他正好在个适中。对，因为力量嘛他也适中，哎，感觉又特别好，完了以后来讲又这个灵活性啊，包括协调性，他就哎都凑齐了。你像咱们说的这个孙文，他就有点硬，对，硬了以后呢，你可能力量很足，但是你的调节能力上，你就包括你的那个整个的那种转换上就慢，哎，所以说他就显得哎，这种乒乓球上那种感觉上就不如这，所以说这马龙为什么能成功？哎，他也不是很强壮。对，嗯，这样的话呢，马龙就以3-0呢，轻松的战胜了江苏中超电缆队的孙文，为山东魏乔队呢拿下了第2分。这样的话，山东魏乔俱乐部呢暂时就以2-0大比分领先。